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同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609页第一行：不可思议力者，总指彼佛国土十七种庄严功德力，不可思议。我们前面借这个机会讲往生论上所说的极乐世界29种庄严都又学了一遍。我们接着看下面文：此种佛土不可思议有二种力。为什么不可思议？这二种力呢，我们要留意。第一者呢，是业力，为法藏菩萨出世善根的大愿业力所成。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建立的，他建立第一个因素就是出世善根。这个出世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不但自己超越，能令一切众生，甚至于无间地狱众生也能够超越。这么大的愿力所成就的。第二呢，证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力所施。这第二个
是他成佛了，前面是在做菩萨没成佛的时候啊，出世善根大愿力，成佛之后善住持力所摄，业力是建立，今天讲啊，创造西方极乐世界啊。后面所说的呢，他在极乐世界如何主持教化众生，这个力量啊，那么这两种力量是成就了啊。挂壶是檀郎法师的注解，说乃有弥陀无上最善住持国土之功德威力所摄者。那么弥陀无上最善住持国土的功德威力是什么？就是无有休止的教学，一切都是教学为先的。我们在前面念到的经现在说法啊，这个没有中断的，没有休止的。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极乐世界如是。再回头看看一切诸佛刹土，再回头看看世界上所有宗教啊，创始人所讲的天堂、天云、天国，无一不是经现在说法。那么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个世界啊，掀开历史看看，过去每一个朝代盛世的时候、大治的时候，也是经现在说法啊。距离我们最近的清王朝，你看清朝开国，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个思潮，啊，他们所用的是不是经现在说法？是啊，他们离清儒释道的高人啊，现在成为专家学者啊，离清他们到宫廷去讲学，皇上带着嫔妃文武大臣听课。这四个皇帝啊，经常邀请呢，也很少中断呢。
啊，他们真干，真学。啊，学什么？学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学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方法、经验，他学这些东西，所以他能把国家治好。啊，满清是个少数民族，啊，入关统治中国的时候。只有20万军队呀，不多，小部落人口不多，20万军队，统治中国这么大地方，而且开拓了疆土。啊，清王朝那个时候盛世的版图，比现在要大2/3，现在中国的版图只剩下1/3了。啊，那个时候蒙古、西伯利亚全是中国的。啊，西边差不多到里海。你看看满清开国那个时候地图，你知道。怎么成功的？教学为先啊，懂这个道理。啊，懂得尊重专家学者，能够向他们请教。啊，请教的时候，虽然是以帝王之尊行弟子礼，啊，对这些人都称老师。啊，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啊！啊，学会尊贤，学会尊师重道，啊，这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国家太平无事，啊，康熙做文化工作，编了一套书《图书集成》，啊，康熙皇帝编的。乾隆有过之而无不及，啊，用真正用国家全部的力量。编辑《四库全书》，这个工程多么浩大！啊，将中国5000年的智慧，啊，从修身，从个人讲，啊，这一次我们在这里有几次讲座的题目：安身安心。啊，从个人身心安稳，啊，到齐家治国，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些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全在这一部书里头。这一部书是全人类文明文化的瑰宝啊，在全世界保存的最完整啊，而用的文字是用汉字文言文写的啊。昨天我们访问的学校啊，听到
法师们的报告，斯里兰卡的人民普遍都学巴利文。啊，为什么？巴利文这个阿含经典都是用巴利文写的，啊，所以要学巴利文。那么阿含经之外，有方等，有般若，有华严，有法华，有法相为识，还有密宗的，这些经典分量超过四阿含。啊，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写的。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深入这一些大乘经藏，一定要学汉字，要学文言文，啊，否则你不能直接去读它。啊，那么汉字跟文言文很重要啊！啊，为什么要学？四库里面保存的智慧，我们要不要？如果要，汉字文言文就非常重要。这个东西学会了，你能够继续把今天的文明用汉字文言文流传下去，因为它不会改变。啊，一万年之后的人学会了看这些文字，就跟现在我们面对面一样，啊，好像亲口传授，它有这个魅力呀。这是全世界其他国家族群里面文字做不到的，只有中国汉字文言文可以做到。啊，这个发明是真实智慧。啊，在所有发明当中，这应该摆在第一位。啊，所有一切科技发明都没办法超过它。啊，这我们要珍惜，我们要学习，还要把它发扬光大。啊，弥陀，无上最善住持，就是他把这些东西全用上了，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用在教化众生之中，啊，众生根性不起。啊，像一个学校，有初级班，有中级班，有高级班，甚至于分得更细，像现在的学校，有幼儿园，有小学，有初中、高中，啊，大学、研究所，啊，佛陀的教学。无论是什么根性，无论是什么样的程度，啊，一定为他选择最好的教材，最好的方法，
让他欢喜学习，在学习当中得到法喜，他就会精进，不会懈怠。如果课程方法不适当，学生不能生欢喜心，他就退转，甚至于放弃了，啊，不想学习了。啊，那么运用教材，运用方法，最恰当的、最圆满的，无过于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教育成就了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的善巧成就一切往生者快速成佛。有十七种功德成就中，第一为庄严清净功德成就。啊，论注曰：此清净是总相，佛本所以其此庄严清净功德者，见三界是虚伪相，是轮转相，是无穷生死相。如持惑去身一种小虫，我相信很多人都见过啊，循环如残茧自缚，爱在众生颠倒不尽的，于知众生于不虚伪处，于不轮转处，于不无穷处的毕竟安乐大清净处，是故其此清净庄严功德也。那么这是极乐世界，说明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的理念啊，以什么为总纲领呢？以清净啊，所以二十九条里头，第一条就是庄严清净功德成就啊，这一条是总纲，所以极乐世界成为净土啊，成为呀。清净佛国，为什么？弥陀在因地，特别是无界参访一切诸佛刹土，他看到许许多多佛世界里面有十法界，有六道轮回，他见到了啊。那么有没有诸佛国土里头没有十法界的？有，不是多数啊，是少数。华严经上讲得很详细啊，我们读华藏世界品读世界成就品啊，这两品经呢
是专门讲这种事情。那么这是说明，诸佛如来摄受众生的本愿不相同。啊，正好比一个教授啊，他们发心教学愿望不一样。有人喜欢专门教好学生，还有老师发愿专门教那些恶劣的学生。啊，不好好的学生，他专门来教他们。啊，那么也有通教，好与不好我都教。啊，这是诸佛立愿不一样。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善恶混杂。而且呢，善少恶多，是这么样的一个事情。释迦牟尼佛发这个愿，啊，要度这些最苦众生。啊，那么阿弥陀佛立的愿，跟释迦不一样。他要教最好的学生。那不善的这些学生，只要忏悔，只要认错，只要真正发现，不再恶作了，哎，阿弥陀佛全收。到达极乐世界，纯善无恶。啊，极乐世界学生好久，程度原本是不整齐，参差不齐。到极乐世界之后，阿弥陀佛有本事，啊，以自己无量界修行的功德，跟四十八愿啊加持他们，这个加持真管用。啊，让这些往生的人，个个都成为阿惟越知菩萨，这个加持管用啊，真有效果啊！啊，本来不平等的提升到平等，到极乐世界就提升了。啊，所以极乐世界四土三杯九品之名有的。啊，实际上呢，实际上他们在同一个教室上课，就是平等。啊，阿弥陀佛是大家的老师，在教学这一方面善巧。极其灵活运用的这些方法，也教学的方法，阿弥陀佛实在是第一。啊，他会教啊。能把地狱众生教他现证法身菩萨果位，他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
啊，我们在今天学习这个经论，里面重要的句子一定要记住。佛见到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六道轮回，是虚为相，不是真的。啊，六道假的，设法界也不是真的，这很重要啊。凡夫为什么会造业？把设法界里头人事物都当作是真的，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造业了。啊，法藏菩萨告明，他看到是一切是假的，于是怎么样呢？不动心了。在境界里不动心，就是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接触到清楚，能够不起心不动念，这虚伪相，不但是虚伪相呢，还是轮转相。在六道里的轮回出不去啊！轮回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他在那个里头搞六道轮回，这个动力是业力啊，业力在推动。轮回啊，这一道死了，那一道投生了，那一道死了，又到一道投生了，无有穷尽呐！佛菩萨看这个现象，感叹说一句。可怜悯者，说这些众生真可怜啊，值得同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迷失了自信，啊，不知道一切法的真相。啊，完全堕落在虚妄相中。啊，那么下面是无穷相，无穷是指的生死，在这个里头轮回啊，生死死生，无有穷尽。佛在经上称这个现象叫生死疲劳，没有休息。啊，这个地方死了，那你马上投生去了。啊，最长不过49天了。一切众生死了以后，49天之内，大概都投生去了。啊，49天不投胎的，有没有？有，少数。啊，那些是什么众生呢？迷得很重。啊，死了。还留念他的身体，舍不得离开。
俗称为守尸鬼。啊，他住在哪里呢？住在坟墓里头。那现在有很多人火化，那就是住在那个骨灰盒子里头，他舍不得离开。啊，有好多年，他觉悟投胎去了，还有几十年的，有几十年他都不离开。啊，可见他固执啊，他对那个身的爱。生是最麻烦的一桩事情啊！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开始啊？从破身见开始啊！也就是说，必须把这个身见放下，你才能入门呐。这是众生最困难的一种事情。啊，真放下了，就真虚脱换骨。啊，虚脱换是粗骨。没有放下不行啊！啊，放下了真实的顽固，算是佛的正式的弟子。佛承认你是他弟子，真正弟子。没有真的虚脱顽固，你说是佛弟子，可以说个准弟子。在准备，不是正式的。啊，正式的是要把身见放下。啊，《金刚经》上前半部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什么人呢？从初国到四国，都是这个样。在大乘里面呢，从初性位到齐性位，啊，这个开头七个位置，大乘这七个位置，都是在这么一个范围。所以不放下不行。佛法里面看起来好像男女不平等，世尊当年在世准许女人出家正法，就少了500年。正法1000年，女人出家正法只有500年。啊，这就是女人障碍大了，障碍多啊！从哪个地方看起？从全身的打扮，你就晓得了。她用多少时间、精神去打扮？男人不需要。没这么长啊，所以男人破身见比较容易，女人破身见比男人难啊，难得太多啊！这个事实摆在面前，啊，男人比较容易放下，
因为这是基本的，这是最大的一个难关，这一关突破了，以后就方便了。啊，最难的是这一关，放下身见，知道身是假的，四大无蕴之身呐，没有自体呀，不是真的。啊，破四相是小乘，啊，小学就毕业了。破四见呢是大乘，四见是念头，不但相放下了，念头都没有了，这个高。《金刚经》后半部，你看。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这高明。啊，四见破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法身大士。啊，华严圆教，初住到等觉，这个都是四见破了的。啊，初住到等觉是41个位次。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位次。啊，这四个位41个位次，实在数，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啊，你说他有，他起心动念已经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还有什么？哪来的阶级？有阶级讲不通啊！不起心不动念呢，决定是平等的，平等叫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图是平等法界，啊，不能说的有，那也不能说的无，啊，为什么不能说的无呢？无始无明放下了，无始无明就起心动念，他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了，习气还在啊，啊，这就是我们明白了。一真法界从哪来的？这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从什么地方来的？从无始无明习气来的。他习气没断，习气要断了呢，十宝图就不见了。啊，这个里头啊，没有生灭，十法界是有生有灭，十宝图里头没有生灭，哎，没有生灭，它有现象，有现象不见了，这在佛学术语叫隐性，隐性不是生灭，性不是生，它本有。啊，隐不是灭，啊，它缘没有了，它就不现，啊，它不是生灭，啊，如果是生灭，属于阿赖耶的，十法界里面的事情，啊，所以它有隐性，它没有生灭，啊，隐性是自然。隐现没有起心动念，啊，有缘自然就现了。有缘是感，自然有因，
十法界里面的众生，破了无明，这就是缘。这个人破了无明，十法界不见了。啊，十报图现前了。这个十报图现前是因。啊，见性的菩萨有感，他有心，他就见到报图。在报图里面呢，见到佛，报身佛。啊，报图报佛都是从自性里头现出来的。啊，自性就是常寂光。啊，常寂光是法身。就是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是什么？像什么样子？用这三个字来形容它：常、不生、不灭。这自性啊，寂就是清净寂灭，它没有丝毫染污，连起心动念都没有，这叫真清净。光是像光一样遍照，它无处不在，它无时不在。啊，变法界、虚空界，它都在。啊，它的现前就是当下。啊，不是过去、现在、未来，不是此界、他方，没有，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他跟我们确确实实同时存在。啊，我们今天念佛，跟阿弥陀佛有感应，阿弥陀佛现身了，是不是从极乐世界来的？是。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就在当下。啊，跟你说十万亿佛国度，那是什么？哎呀，原知原矣啊，是你迷。你迷就原知原矣，那你见不到，你是觉悟了，就在当下。啊，不是阿弥陀佛来了，啊，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啊，那么极乐世界，我们现在这些相呢，现象相都没有了，像做梦一样醒过来。无穷生死在这个里头真苦啊。论里头举了个比喻，一个是吃货，这是个小虫循环啊，它的动作同样的动作在循环啊，它在地面上爬行。第二个呢，举的是残茧，这个茧的人多，其实两种都常见。尤其是居住在有树木花草的地方啊，这些小虫啊常常见到啊，残茧自缚啊，这都是形容他没有办法离开啊，吃货的循环，残茧的自缚，
都是自作自受啊！这爱在众生呐、啊，这是佛菩萨眼睛看到，叹息啊，可怜呐、啊，颠倒不净啊！颠倒是把事实真相完全看错了，这叫颠倒，心不清净，烦恼多，身也不清净。啊，这是佛看到众生的相，看到之后，他发了个愿，这是阿弥陀佛，于智众生。于不虚为主，这法藏比丘当时就是这样想着：如何帮助六道十法界苦难众生？啊，他们现在在虚伪，帮助他转成不虚为主。不虚伪是什么人呢？法身菩萨，他们完全摆脱了阿赖耶。啊，阿赖耶是妄心，是虚伪的根，一切虚伪法是从他起的。啊，转八识成四智，就不虚伪了。啊，转虚为处为不虚为处，就是转八识成四智。啊，这个事情，阿弥陀佛做到了。我们反复要转。能转，不是不能转，太难太难。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要多少时间？要无量劫，你才能转得过来。像中国禅宗六祖慧能那样的人，那么年轻啊，24岁就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看出来。这样的人呢，太少太少了啊！啊，实实在在说，他不是凡人，他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来表演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在《法华经》中，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真话。啊，他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是第8000次，常常来啊，第8000次。啊，示现应以佛身得度，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啊，那么他在中国示现，应该是8001次，
啊，在中国是应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智者大师，唐朝的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讲。啊，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在世间应化身。啊，还有一个永明延寿。啊，也是阿弥陀佛现身来。啊，那耶稣难道不是？穆罕默德难道不是？日本中村康隆老和尚告诉我。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他讲的话有道理。啊，这就是李老师所说的。我把这个问题向他请教，啊，我怀疑中国孔子、老子、尧舜禹汤这些圣人，是不是佛菩萨在中国化身？啊，老师回答我。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啊，这个态度就是，既不反对，也不能完全肯定。啊，理上真讲得通。啊，那我们就相信阿弥陀佛这个能量太大了，他自己达到究竟圆满，以究竟圆满的功德加持我们。我们在什么时候转世成智呢？就在莲花化身。就在这个时候，人在临命终时，要记住没死，啊，看到佛来接引，看到佛手上拿的莲花，这个莲花是自己念佛功德成就的。你要不念佛，没得多莲花。这个莲花上有你的名字，好像刻在上面。啊，他从莲池将这一朵莲花拿在手上来接引你。你见到佛，看到莲花，啊，自己上了莲花了。坐在莲台上了，那个莲蓬是座位，坐在上面，花合起来了，在花里头就产生变化了。啊，就像蚕结成茧，在茧里面产生变化。它变成蝴蝶了，啊，它把茧咬破飞出来，它不是蚕，它会飞了，啊，那么一般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啊，见到莲花，坐在莲花里面，莲花苞合起来，它就变化了。再花一开，它的身是发性身，啊，它接触的环境是发性土，完全变了。啊，发性身，发性土，是真如本性现出来的。啊，不能叫身，那是你本有的。迷了的时候呢，它就不见了，是影现不同，没有生灭。花开见佛，真无生呐！修学净土的同学，这些理跟事要搞清楚。不能有丝毫疑惑，你的幸运行自然就生出来了。啊，这叫法大菩提心，它真生起来了。心生不起来是什么？对这个事情完全不知道。啊，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目的是什么？目的叫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彻底放下。搞明白之后说，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虚伪的，轮转相、生死相、无穷生死相。不再搞这个了，真正发心呢，我要想超越轮回。那么净土能帮助我们超越轮回啊，净土能帮助我们这一生永远摆脱生死，啊，不再搞生死了，啊，圆满正得自性，啊，明心见性，那么这一次的机会。无比的稀有难逢啊，决定要掌握，不能让它空过啊。实在讲，方法非常简单，人人可以做得到啊，真正相信，绝不怀疑，真正发愿求生西方。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其他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这就对了。于不轮转处，于不无穷处，得毕竟安乐，永远离苦了，离苦就得乐。大清净处，
这个清净是自性本净。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回归到本自清净。是故其此清净庄严功德也。啊，这是阿弥陀佛为什么把庄严清净功德成就摆在第一？啊，道理在此地。今经日，啊，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部经上所说的，永无终苦，诸难苦没有了，难也没有了，灾难没有了，过去没有了，过去是三恶道啊，魔恼之名，名都没有了，当然没有这些事实。魔是折磨，恼是烦恼，啊，这些东西啊，通通都离开了。业正因此功德成就，啊，这些是哪一种功德成就的？就是清净功德。前面说的是总相，后面再说别相。啊，别相分三段。第一段反省，永无终苦。这反省，啊，分三科。第一科无逆无境的环境，啊，没有逆境。请看经文：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啊，前面念老注解的总结，在此地我们看到了。啊，经上的原文，众苦。苦以鼻恼为一，鼻是逼迫，恼是苦恼，苦事众多，这个世间的事，苦事太多太多了。注经论中，佛把它归纳分类，常说的有三苦八苦。啊，三苦者，第一个苦苦，此生已是苦果。我们到世间来，得到这个身。身怎么来的？身是过去造作的苦因，这一生得到的果报。啊，更加重苦呢，逼迫身心，苦上加苦啊，故曰苦苦。苦苦，细说啊，就是八苦。啊，三苦跟八苦，三苦的范围大，八苦的范围小。八苦只讲三苦里面的苦苦，
啊，后面会说到。第二类呢，坏苦，此土无真路啊，这个世间要晓得没有真路啊，虽有少分之路，乐不久住啊。当乐坏时，不生忧恼，故名坏苦。这一类的苦称为坏苦。啊，世间有没有乐事？有，少分的乐事。那个乐的时间很短。啊，乐事失掉了，就感觉到很苦恼。啊，感觉到很悲哀了。啊，所以这个落坏的时候，啊，不生忧恼。八苦里头，爱别离。常常遇到啊，你所爱的人离开了，你所爱的物不能常住，这多半讲富贵人家了，啊，富贵人家，别墅很多啊，每一个别墅他都很喜欢呐、啊，这里住几天又要走了，就想着那边，那边住几天又想到这边，啊，天天在忧恼。这个都是过分执着，一定要自己拥有，苦不堪言呐！啊，别墅多了，需要人打理呀、照顾啊！啊，请这些佣人，给他好的待遇，供养他，他在那里享福。那么呢，他有使用权，他没有所有权。啊，这都是富贵人说欠他的债呀、啊，得要还他了。啊，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在阳明山一个别墅住了一晚，这个别墅是一个财主的，啊，阳明山盖了一栋别墅。我听说他一生只住了一个晚上，啊，所以富贵人呢，富而不乐。他没有普通人乐，他很苦。啊，出门不自由啊，一个人不敢出去，啊，要带十几个保镖啊。哪来的路？啊，财产多，一天到晚是患得患失，没有乐的时候，只有受苦。
啊，有地位的人怕地位失掉，有财富的人怕财富贬值。担心的事情可多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给我们做示现，全部都放下。他没有这些苦啊，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他没有这些苦，通通放下。辛苦，这非苦非乐，但是什么呢？念念牵留，行是不能够停住的意思。什么叫辛苦啊？时间，你看时钟，一秒一秒的过去，那叫辛苦。这一天过去不再来了，这一年过去了，这一年不会再回来了。这叫辛苦啊！从你出生就行，绝对不会退转。行到哪里呢？行到坟墓。人生，这叫人生的真相。哪个不是如此？啊，从出生到死亡，一天一天都不肯停一下，真精进。啊，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不能像这个精进啊，而且它是一条直线，它不拐弯的啊，念念不住啊，念念牵留啊，终归变灭，变是变化啊，童年变成少年，少年变成青年，青年变成壮年，壮年变成老年，变了。啊，灭是死亡。啊，变灭不停，不执着，这叫辛苦。啊，佛给我们说三界痛苦啊，欲界三苦八苦通通具足你到世间来就是受苦来的不是享乐来的乐是坏苦啊，乐过去之后，乐就没有了。苦是真的，乐是假的。啊，苦不会变成乐，乐会变成苦。古德常说：“乐极生悲也。”真相要搞清楚啊！真搞清楚之后了，什么叫真乐？苦乐两边都舍掉，这叫真乐。啊，真乐是清净平等觉现前。这真路《论语》上第一句话，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悦是喜悦，
不是外面境界刺激的，是内心开悟了，自然流露出来的法喜，这是真乐。极乐世界的乐，不是过午。不是娱乐，跟《论语》上讲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你每一天听经闻法，天天有悟处，所以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呢，这个乐，不是从外头来的，从内心里面流出来，这是真乐。世间人呢？喜欢热闹，狂欢，以为这是乐事。乐完之后，真的苦现前。那么上面讲的这三种苦，苦苦、行坏苦、行苦、极乐永离。极乐世界没有，如苏超云：“彼苦利于清净，则无苦苦。一正常然，没有坏苦。一报跟正报，它不会变，它不会灭，所以它没有坏苦。”超过三界，他没有辛苦。行是生灭法，极乐世界不是生灭法，极乐世界只有隐现，没有生灭。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一切诸佛刹土设法界，只要是。一阿赖耶识就是有生命，有生命就有辛苦，转识成智，辛苦就没有了，生灭了，永远离开。下面一段解释八苦，八苦者乃人间之苦，专给人道讲的。人生下来就有这八种苦：生老病死。这四种苦是所有一切人统统要受的。除这四种之外，有怨憎会，有爱别离，有求不得，还有五阴之身。五阴之身很麻烦的。五阴之身是什么样子？无缘无故自己在生烦恼，这是五阴之身。很多人都有的，那这烦恼怎么来的？就是五阴太深了，淡薄一点就好了。
五蕴识，色、受、想、行、识，放下就没有了。五蕴是假的，不是真的。下面个别来解释。第一，身具太弱，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住在哪里？住在母亲胎胞里头。住在胎胞了10个月，佛把胎胞当作地狱，叫胎狱。这生苦啊！母亲喝一杯热水，她就像在8日地狱；喝一杯凉水呀，就好像在8寒地狱。真可怜呐，真受罪呀！10个月出生下来，佛经上举的比喻叫假山地狱。他从那里钻出来。所以你看一出来，痛苦，太苦了。听声音，苦啊苦啊，到世界上来了。你看到哪一个小孩出世，欢天喜地来的？这个现象就是告诉我们，来受苦来的。母亲要懂得伦理道德，他少受一点苦；不懂伦理道德，他受的苦就可怜了，要多受苦啊！中国古人懂得胎教，怀孕的时候起心动念、言谈举止都要很小心、很谨慎。为什么呢？知道影响胎儿，所以念头要善。这10个月当中，不许可有一个不善的念头。为什么？影响胎儿。他敢于善，他的心情就善良；他敢于不善，他的心情就不善。这10个月真正叫扎根呢，根之根呢，这叫根本呢。那么这个胎儿选择这个母亲，这母亲有德的，他就少受很多苦，他会有大成就。一生不会有我念，不会有我心，全靠胎教。我们昨天听到学校老师的报告，斯里兰卡的妇女懂得胎教，怀孕的时候常常到佛堂诵经，拜忏，学习经教，起心动念都是善的，言语造作，谨守戒律，不犯威仪，这都是以善去干，
胎儿，它就有印。啊，那么这种胎教比中国古老胎教还殊胜，为什么？它的三宝加持。啊，中国不知道有三宝。啊，这就差距很大。第二呢，劳苦，老态龙钟啊，是劳苦。年岁大了，什么都不方便。啊，甚至于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专人照顾。啊，照顾的人怎么能知道老人苦？啊，所以老人老年能得到一个照顾的人。啊，懂得老人的心态，啊，照顾很细心，这是老人的福报，也是年轻人修了福报。啊，他能够修这个福报，有因果报应，他老的时候有人照顾他。果报嘛，啊，你爱护老人，到你老的时候，有一些年轻人照顾你。啊，你厌烦老人，到你老的时候没人理你。这个是我们在平常要留心的，要懂得这个道理。啊，照顾老人是福报啊！叫劳苦啊！现在的老人更可怜。中国在古代养老育幼是家族里面的事情。中国古时候大家庭，所以老人有依靠。啊，在中国有“落叶归根”这么一句话，在外国没有。啊，“落叶归根”是什么呢？年老了，不能再工作了，回到老家。养老，啊，家养老，啊，那个老人有路，啊，所以中国人呢，一生，他所受的教育，是儿童的时代，要受严格的教训，啊，所以儿童在中国。是没有自由的，啊，严加管教，严格的管教，啊，这些规矩统统要从小养成习惯。少成若天性，习惯跟自然就差不多。啊，要把它养成习惯，养成孝亲尊师，对平辈要有爱，啊，要养成无德、仁义礼智信，啊，懂得伦理的关系，
伦理关系放在心上，这是道。啊，言行举止、处事待人接物，遵守无常、仁义礼智信，这是德。啊，道德一定要从小养成。啊，这个东西绝对不能放松。啊，所以才有谚语所谓“三岁看八十”。啊，三岁之前，这出生的一千天，养成的这个伦理道德的概念，一生都不会忘记。啊，他到八九岁的时候，就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啊，一切不善，他会远离；善的，他会亲近。他有这个能力。啊，那么中国人人生享福是在晚年。啊，跟外国人恰恰相反。外国是儿童的天堂，啊，他想怎么玩，大人顺着他，不干涉他。啊，不像中国小孩，中国小孩已经管教的，啊，三四岁出来像小大人一样，规规矩矩的，啊，没有那种活泼的，那种样子，啊，懂规矩。中国人的享受是在晚年，退休之后，回家去养老了，哎，这是养尊处优。啊，大家庭嘛，年岁到的时候，统统都回来养老。啊，养老没事情啊，有玩有乐的。啊，场所呢，在祠堂。跟祖宗同路，啊，祠堂像什么？像茶馆一样，啊，在那里面泡茶聊天，啊，不断的邀请一些表演，啊，中国这民间艺术表演，啊，说书。啊，大姑说，说书的，啊，唱戏的，啊，这个东西是经常不断的，啊，那么祠堂里面想玩的，有些书法的、画画的，啊，音乐各样东西都有，这样老年。那个一生享受啊，在老年啊，中年的时候为社会服务啊，所赚的钱财统统要归公，除自己生活之外，都要寄回家去，那大家庭制度。啊，回到家之后，啊，衣食住行、家里供养，都照顾到。啊，这是平等的。啊，有特殊需要，这个家里有特别给你支出。啊，所以养老送终是家的事情。老人不孤单呐，老人快乐。啊，老人跟小孩常常在一起，因为私塾，这家庭学校也在祠堂，祠堂一年大概只有两三天，祭祀作用，平常没用处。
啊，盖得又很大，啊，所以就作为老人娱乐场所，给小孩读书的场所。啊，老人下课，小孩下课就会去找老人。啊，懂得尽孝道。啊，老人不是外人呐，都是自己的亲属啊，长辈呀。那么看到中经上讲的八苦啊，我们就会知道，中国过去大家庭的制度有好处。啊，大家庭里面，小孩心量大。为什么？他要为自己家族，他不是为小家庭。啊，他懂得，长大之后，要为我这个家族增光。啊，荣宗耀祖，这叫大孝。啊，所有做的一些功德了，都归家族啊。啊，某家出人才，啊，某家出圣贤，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家庭瓦解了，这是国家民族最大的不幸啊，以后能不能再回头呢？我看非常之难，不容易了。那么今天我们唯一的一个依靠，希望企业家，不大家都说企业家吗？啊，做企业的这些老板能够觉悟，把中国过去传统家那个家道、家规、家学啊、家业家风能够恢复起来，中国的社会应该有千年长治久安，那对人类会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啊，把企业看作是一个家庭，啊，老板是家长，所有员工是家族，是兄弟姐妹。啊，老板要有这个心量，我要照顾所有员工的老人，啊，也就是说，公司要建养老院，公司要建员工子弟学校，啊，从小学办到初中，或者办到高中，啊，为这些孩子聘请最好的老师，啊，老师要有德行，要有学问，要有爱心，懂得教学法，啊，找这样的老师来教孩子，希望孩子将来个个都能成人，都是社会栋梁，啊，更希望孩子继承这个事业，这个企业，啊，企业不是一代就完了的，啊，希望能传下去，啊，传几百年，啊，那么员工会把这个公司当作是自己家庭，公司再困难，他们不会散开。啊，会全心全力
来经营。啊，这就是一家人的观念。啊，这个才有力量啊。啊，公司管理有法家法，弟子规就是家法，人人必须遵守。啊，有家道。啊，家道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个公司里头，男女老少通通都要学习。啊，要养成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啊，那么这样一个公司，把自己公司所有员工，啊，连老少，通通都教好了，社会就安定，社会上没有坏人。啊，中国能存在几千年，靠什么？靠家。家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这一桩事情在二战之前被欧洲人发现了。啊，这是外国一个学者告诉我的。二战之前，欧洲一些专家学者研究一个论题，世界四个文明古国，前三个都没有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啊，他们研究最后的结论，认为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可能是这个事情造成。啊，我听到这个结论，我点头告诉大家，这个结论正确，一点都没错。啊，中国长治久安确实是家庭教育成就的，把人都教好了。啊，所以古谚语有所谓，子不教，人心坏。家不齐，社会乱了。啊，那么中国齐家教子，正是家庭里面的大事。这家道啊！啊，让中国的社会在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时间是大治之时，啊，社会安定祥和，啊，人民过得很幸福，安居乐业，少灾少难，他真做到。这是文化教育的成就啊！啊，教学确实家教家庭来办，因为家里老人每一个人都希望子孙好，都希望家里能出人才，所以对于教育非常尊重，对老师特别尊重。所以小孩会尊师重道。啊，老师被请到家里负责教学。家里面的长辈，啊，父母、祖父母
曾祖父母，大概高祖父母年岁太大了，出来烧。啊，这些体格还好的，常出来见到老师，都要行跪拜礼。为什么？我家的后代全靠老师。啊，家长对老师这么尊敬，老师不尽心尽力教啊，对不起人家。啊，所以老师认真负责啊，不像现在学校啊，他没有责任啊。啊，他只把你课本教完，其他他都不管了。啊，那个老师不一样啊。啊，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威仪，合乎礼节。为什么？身教，做榜样给学生看。啊，古时候教书多半是所谓穷秀才。啊，为什么呢？读书人唯一的希望是做官，参加考试。考试都不中，最后只有教学。啊，在私塾教学，做私塾教学最重要的是品德。啊，书念得很好，没有品德，人家不请你。啊，那么这些人，把他一生的期望寄望在下一代，希望学生当中出人才。啊，自己没有考中，希望学生能考中，啊，举人进士。这是老师的光荣。啊，中国人所说的“亲出于懒而胜于懒”。啊，学生将来的成就超过老师，但是学生对老师的恩德永远不忘。啊，考中状元了，回家祭祖拜老师。啊，拜哪个老师呢？启蒙的老师。啊，为什么？那是根呢，饮水思源呢，那个根本的老师，那个老师重要啊。啊，你的根从他那出来的。啊，考中之后送到太学里面去培养深造。啊，考中状元不是去拜那个老师，拜家乡的启蒙老师，可能是个穷秀才。啊，那么老师看到学生有这个成就，他的心血没有白费。虽然他自己这一生没有多大成就，下一辈接着向上去了。啊，教学认真呐！啊，是养老育幼。第三呢，病受痛苦，这病苦。病苦，我们常常看到。现在这个社会，疾病多。啊，你看看医院，你就知道病苦。啊，死被分散。啊，死苦。这是任何一个人所不能避免的。生老。病死苦啊！啊，死的时候，跟今世的眷属永远别离了。啊，下一次再见面也不认识了。
何况死了以后，只有相信宗教的人会想到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不信宗教的人完全随业力主宰了。不相信宗教，完全善恶业主宰。善业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道，这个里面很复杂。佛菩萨的眼睛看得清楚。六道当中啊，生死疲劳啊，造无量无边的业，受无量无边的苦报啊，这桩事情只有佛法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所以人生在世遇到佛陀教育无比的幸运啊，接受佛陀教育，认真修学，果报不可思议啊，遇到净宗，那你就有了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三苦八苦啊，六道跟十八界永远脱离了啊，你再到这个地方来是菩萨身份，是来救苦救难啊，不是来受苦的，是来救苦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